咁嗰、那个问卷讲错咧？咁嗰、那個健康網上談嗰個問卷咧，就會而家啱啱 send 咗喺嗰個Zoom chat box 嗰度啦。咁亦都頭先咧應該大家都會見到嗰個 polling 嘅，係啦。咁可以喺 polling 嗰度答啦，或者撳落去 Zoom chat box 裏邊有個講座問卷嘅，咁又完成都得。咁亦都咧喺 WhatsApp WeChat group 嗰度咧都會有一個問卷調查嗰個 link 嘅，咁就三個方法，咁大家可以即係揀方便你嘅方法去完成呢個問卷。好，咁我哋而家咧，好，咁我哋 end 咗个 project， 咁我哋而家咧就开始第二场嘅讲座啦。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 Connie。 Hi，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今天的 moderator。 好，欢迎来到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和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并且和 UBC 安康健康网络协办的健康网上谈。本场的讲座题目是轻轻松松在家使用电子医学，由何健涛医生主讲，以广东话进行，本场讲座将以广东话进行。今日進行講座的 地點位於馬斯昆、士光米樹和塔斯里爾沃特斯這些西岸原住民族傳統和未被國人的領土上面，我們向這些民族致謝，讓我們可以在這片土地生活。在活動之前呢，我們要多謝以下的機構贊助：人贊助 Pfizer、 傳媒媒體贊助華僑之星、 Doremi 媽咪加油站、加拿大中文电台、明报、Only TV、星岛、都市报、中桥新天地、Super Mommy Club、人在温哥华和加西网。我们都特别鸣谢 Clinical Sleep Solutions 和 TNT。为了支持今次的活动，大统华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网上购物折扣。现在凡在大统华网上平台购物，输入折扣码 Success2022。买满$79就可以减$10，有效期至到2022年11月30日。每个客户的账户咧就只可以用一次，而呢一个折扣咧只系适用于网上购物嘅。今年健康网上谈继续以网上讲座形式为大家提供一个健康咨询嘅平台，令大家可以更加了解到各种疾病嘅成因同埋预防途径。除了今天之外，大家也可以在10月23日、30日和11月6日未来三个星期日下午2点参加健康网上谈的讲座。每日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医生讲解各个健康的话题，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 Facebook 专页、WhatsApp 和 WeChat group 得知活动的最新情况。今天我们的活动将会用广东话进行，我们有三个广东话的讲座，除了 Zoom 之外，这个活动也会在 YouTube 直播的。每个讲座是一个钟头，其中20分钟是问答环节，大家可以在 Zoom 的 Q&A session Q&A 嗰个功能嗰度发问问题，亦都可以在 YouTube、WhatsApp、WeChat group 嗰度发问。因为时间关系，我哋会抽选一啲问题俾医生解答嘅。OK， 咁事不宜迟啦，我哋就开始今日嘅讲座啦。我哋好高兴邀请到何健涛医生。
何健操医生咧就会同我哋分享下电子医学嘅资讯嘅。何健操医生咧系温哥华仁安卫生局嘅急救科医生啦，亦都系 BC 大学医学院嘅教授嘅，亦是系 BC 大学医学院电子医学急救部嘅领导人。咁何医生咧，同时都系 Icon 健康网络嘅执行总干事。咁就有请何医生啦。哎，好多谢你 Vincent， 好多谢 Connie。各位朋友好嘛，好开心今次又喺网上大家见面啦。咁咧，我就想首先介绍我嘅伙伴Barbara Ho 何陈宇慈护士。佢咧就係、是、呢、這個主力嚟嘅，其實我咧就係嚟講嘢嘅啫。但係咧 ，Barbara 咧就係、是、嗰個 brain behind the operation 嘅嗰個主腦嚟嘅。所以咧，我介紹咗 Barbara， 咁然後我又擺我哋嗰啲幻燈片上嚟俾大家睇。Barbara。Hello， 何醫生你好。Connie， success。中期互助會各位工作人員大家好，好高興今年咧，亦都再次同埋中期互助會啦、嘉華醫學會同埋嘉華亞醫學會咧一齊協辦呢一個健康網上談嘅。咁好歡迎大家嚟聽我哋呢個安康健康網嘅環節。咁我簡單咁介紹一下我哋嘅安康健康網究竟係咩咧？有啲朋友可能未曾認識我哋噶。咁next slide please。領土確認，頭先講咗啦。咁我係本身係註冊護士，咁亦都係安康健康網嘅首席護理主任。咁我哋安康健康網咧已經成立咗大概有15年左右嘅時間噶啦。咁我哋最終嘅係由呢個 BC 大學醫學院啦，數碼急救醫學部發起嘅一個項目嚟嘅。咁最主要嘅目的咧，都係通過呢啲健康講座啦、工作坊啦，同埋運用網絡嘅技術咧，嚟到將最正確同埋最可靠嘅健康資訊同大家分享嘅。咁嚟到幫助大家咧。可以更加認識多啲有關慢性疾病啦，點樣預防啦，同埋點樣樣自我管理嘅。我哋唔單止希望係本地嘅朋友參加我哋嘅活動啦，我哋更加係希望咧呢啲信息係可以帶到俾更偏遠嘅地方同埋甚至乎世界各地嘅。咁亦都希望咧可以提高對數碼工具嘅認識，嚟到支持慢性疾病的自我管理的。今天就很高兴啦，何医生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来跟我们讲一下在家里有什么东西的新科技，或者有什么好的应用程式啊，各方面的这方面的资讯给我们大家来到参考一下，看看有什么对我们其他的慢性疾病的管理方法有什么帮助的。咁我唔花咁多時間啦，而家交俾你啦，何醫生。哦，唔該曬 Barbara。首先 Barbara 同我都好多謝中橋互助會，亦都好多謝嘉華醫學會同埋嘉華牙醫學會咧，做呢個咁有意義嘅網上談，亦都好榮幸我邀請到我哋安康健康網嚟到貢獻一個嘅講座嘅。咁今日呢個講座咧就係點樣可以應用你嘅科技，日常用的科技，你的電腦啦，你的手機啦，或者你短信啦，咁嘅情形啦，點可以應用嚟嗰個方面嚟到幫助我哋健康呢？咁大家網上已經係做呢、這個加入呢個網上談啦。咁、那個問題就係、是、可唔可以繼續應用呢個咁嘅技術去見醫生呢，去幫助你健康呢？今日我就想同你傾傾呢樣嘢啦。咁咧，我大概有三點咧，想同大家傾傾嘅。第一咧就係點樣係使用電腦、手機或者應用程式嚟到睇醫生同埋管理健康嘅新方法。咁希望咧講呢嘢嘅時候咧，就令到大家知道咧，呢個其實唔係太複雜，其實可以好多時咧可以應用嘅。咁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第二咧就係舉幾個例啦，點樣去應用科技嚟做家中嘅管理嘅健康嘅，尤其是自己管理嘅。咁第三咧就有少少嘅温馨提示啦，點樣去準備同點樣去使用技術
嚟去睇醫生嘅約會噶。咁咧亦都有一段時候咧係分割咗出嚟，係咧同大家去分享同埋解答你嘅問題嘅。所以希望大家有咩問題咧就請用問問我 ，OK？咁首先咧，我就想講講乜嘢係數碼醫學 （digital health）， 乜嘢數碼醫學。咁過咗呢條題目之後咧，我會有一條題目想問問你哋嘅意見㗎。咁講到數碼醫學就係話，係點樣可以用新科技嚟到去保健同埋嚟到去幫助你健康嘅？咁通常咧最普遍嘅科技就係電話啦，揾電話大家傾偈咧都係一個科技嚟喎。咁呢個係其中一樣啦。咁其實亦都有好多時候咧，可以用電腦，可以用智能手機、平板電腦，咁呢咁嘅方法咧，可以幫助到大家嘅。咁我一陣咧會舉啲例俾大家聽噶啦。咁但係講到去數碼醫學，其實對我哋有好多益處啦。但係你亦都聽到好多人話：，哇，喂，上網啊，好危險嘅喎，上網要因住喎，要小心喎，會俾人呃噶，我哋嘅你嘅私隱會唔會俾人攞走咗噶？咁呢個係值得去考慮嘅，尤其是如果你去上網去做健康嘅情形咧，尤其是如果有人問你呢五樣嘢咧，你最緊要咧留神啦，就係話。我同嗰人接觸嘅時候咧，我信唔信得過嗰人先？我信唔信得過個診所先？我信唔信得過個醫生先？咁呢五樣嘢咧，就係第一，你嘅醫療號碼啦 ，personal health record 啦；第二咧，就係你個工作卡號碼啦 ，social insurance number 啦；第三，當然係你自己個人嘅資料，譬如你嘅生日日期啊、你嘅地址啊、你嘅電話啊呢啲咁嘅情形啦。咁第五咧，就係你嘅財務信息喎。咁當然，如果你真係需要，或者嗰人話要，喂，你要俾你個信用卡喎，你要俾你個銀行密碼喎，咁喺嗰啲嘅情形一定要忍住啦，一定要睇下你信唔信得過嗰人噶啦 ，OK？ 咁希望這個對大家有少少嘅提示。好，咁停我停停先，或者 Connie， 你可唔可以幫我俾第一條民意調查嘅問題？我想問問大家呢個問題。好 share 咗啦，咁大家应该见到第一条嘅 polling 问题。好多谢啊，所以我想问问大家啊，到今日你以前有冇试过唔系面对面睇医生，而系用电话啊，或者用电邮啊，或者视频会议啊，或者 FaceTime 啊，或者短信同医生去接触咧？有冇咁试过咧？就请大家做个民意调查。有冇或者唔係太確定？好，我想聽聽大家的意見。Connie， 我哋俾佢哋五秒鐘到十秒鐘，係咪？係或者十秒啦。咁啊，而家我哋咧都有好多朋友，哇，好多人答緊啦。咁我哋而家都有成110幾位答緊。咁我哋係啊，好踴躍。咁我哋咧俾多五秒時間啦，好唔好？好啊，好啊，好可以。五、四、三。二一好，好多谢大家。哇，好，新进嚟嘅 result 系啦，有成87%嘅人话有用过呢个咁嘅情形，亦都有小部分就未用过咁样。系好多谢大家咁踊跃。嗱，首先我想讲俾大家听，如果你喺谂呢个问题嘅时候，你话我自己的經驗是這樣，或者那次去跟醫生聊天的時候有這樣的問題，那你就打下去現在的 Q&A 那裡了，或者留下那些問題了，因為呢我們解答問與答的時候呢，我很想知道你的心意，也都希望可以解答到你的問題的， OK？ 那我寫下它，或者打下去的 Q&A 那裡，那我再跟你聊。好，我們繼續我們的演講。 OK， 那數碼醫學呢，其中我們的虛擬醫學就是剛才我們講過怎樣去見醫生，一會我會回來的。但是講到數碼醫學呢，就是比見醫生是個範圍大很多。這裡有幾個例子，譬如在左手邊你看到有些人戴在手指公，雖然是膠，但是現在越來越有些戒指或者頸鏈都是有這樣作用的，就是用那些這樣的方法知道你的心跳，知道你的血氧飽和，知道甚至有些可以知道你血壓的，
咁喺嗰啲情形咧，就收入你嘅手機度。咁你一睇你手機咧，就知道你啊，我而家心跳係幾多，而家血壓係幾多咁樣喎。咁呢個係其中一種啦。咁喺中間咧，就係、是、有啲應用程式啦。譬如我呢個例子咧，就係點樣用啲用啲 video， 用啲片係介紹點樣去做瑜伽，點樣去做運動。咁喺嗰啲嘅時候咧，亦都有好多嘅應用程式咧，就當時即刻話：哦，你已經行咗10,000步啦，你已經跳咗幾高啦，你已經做咗幾多嘅運動啦。如果你做運動嘅時候，你心跳幾多啦？咁嗰啲亦都入埋去喎。咁當然喺右上角咧，大家好多朋友或者你嘅親人、你嘅朋友、你的家人、你嘅子女咧，都有啲手錶啦，即係譬如呢只係蘋果嘅手錶啦，其他好多地方咧都用唔同嘅手錶嘅。咁咧嗰隻手錶自己咧，亦都係話俾你聽你嘅心跳啊、你嘅血氧飽和啊，甚至將來會有血壓啊，好多嘅唔同嘅情形。咁而嘅嗰啲錶咧，亦都可以同你。有好多喺街買到啲血壓計啊，買到其他嘢咧，可以聯絡上去喎，用藍牙聯絡。咁咧，你一量咗你血壓咧，佢自然自動咧就入咗嚟去個手錶裏邊。咁由個手錶入咗你手機裏邊，咁咧你唔使自己打入去噶啦。咁你睇手機咧就知道曬你血壓啊咁嘅其他嘢啦。咁所以咧，好多啲古靈精怪嘢咧，而家越嚟越容易做噶啦。咁咧。呢啲咧，咁我因征求你意見，睇下對你有冇幫助。OK， 嗱，講翻虛而醫學啦。咁咧，呢一個咧就係而家進展得最快嘅一種數碼醫學。本身咧，2020之前係好少人用虛而醫學嘅虛而醫療嘅。咁嗰陣時最多咧都係大概10个人得一個人會咁應用嘅啫。但是因为新冠病毒的来临，我们的医疗系统从人从面对面相约的医疗转到去很多都是用虚拟医疗的。我想大家都今天见到有87%的人用过这个虚拟医疗，都是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的转化令到我们呢就是用这个虚拟医疗的。咁喺呢個虛擬醫療嘅時候係點樣去做法呢？咁係咪真係有隻手喺個手機度拎出嚟出面呢？差唔多㗎喇，但係仲未到嗰個地步先。咁但係呢個問題呢就係用虛擬醫療係乜嘢嘅佢嘅理解係咩呢？咁係有3点嘅虛擬醫療嘅出發點嘅。第一呢就係、是、當然係病人和醫生兩個去聯絡啦，咁呢個係一個最基本嘅情形，即係譬如我而家咁，我哋同你咁傾偈啦，咁亦都係譬如你見醫生嘅時候，你喺電話接駁，或者而家係我哋用緊呢個video conferencing 嚟到見同大家見面，或者係用平板電腦啊、手機啊，都係其中之一。第二個原理咧就係、是。健康嗰、那個服務人員嗰、那個醫生同第二個醫生一起接觸，咁喺個程係點樣做法嘅咧？即係譬如我哋全個 BC 省啦，我哋亦都係幫助到我哋嘅醫生衛生廳咧，已經設咗呢個措施，就係、是、話如果有一個病人入咗去一個農村嘅急救部，而個農村急救部嘅醫生咧，如果想有人幫助咧。佢可以用呢個虛擬醫療同我哋聯絡，咁我哋咧有一個機構咧，可以同佢一齊合作，幫助佢去幫助呢個病人嘅。咁呢個咧就係醫生同醫生或者醫生同護士用呢個虛擬醫療去幫助病人。呢個第二啦。咁第三咧就係點樣去混合呢個嘢？就係話點樣唔淨止咧係用醫生同病人傾偈。而且咧，見完呢個病人之後咧，就話：哦，你今日呢個病情我睇過啦，或者聽日咧你要入嚟，我再幫你做個身體檢驗，或者有好多時喺農村有啲人就話：哦，我要去做手術啦，但係咧我住個農村咧做唔到手術，我要嚟溫哥華做到手術嘅。咁佢哋好可能咧第一次就係用虛擬醫療見個專家先，咁見個專家傾完曬偈啦。
咁到做手術之前再嚟温哥華，咁個醫生可以幫佢檢查。咁然後做完手術咧，亦都可以翻去農村。咁翻去農村之後咧，用翻呢個虛擬醫療咧，嗰、那個醫生可以見翻個病人，就話：喂，你點啊？過咗四個禮拜喎，你個傷口點啊？可以用呢個咁嘅機嚟睇噶啦。咁呢個咧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就係點樣去混合護理啦。有虛擬，亦都有人與人之間面對嘅約會，去幫助呢個病人。好啦，虛擬醫療亦都有唔同嘅方法啦。學頭先講過，用視頻會議啦、電話啦、短信啦、電郵啦，都有咁情形嘅。咁當然視頻會議咧就可以面對面，用電子面對面，就大家可以傾偈啦。電話亦都係一樣啦，可以即時同個醫生對答啦。短信或者電郵咧，就係、是比較係冇呢個直接嘅傾偈啦。咁但係咧，有幾個用處幾好嘅喎。譬如有啲人有皮膚出疹，咁佢話我想影幅相，咁然後彈咗個短信或者電郵咧，俾個醫生俾個護士，咁醫生護士睇咗之後咧，又可以彈翻個電郵翻嚟俾你，咁同你對答。咁呢個亦都係一種嘅好處，但係咧就冇話即時對答咁好啦。當然，咁樣咧我會同大家傾傾咧，就係有咩地方係虛擬醫療係勝出，係有優勢喺度嘅，但係有啲咩情形咧，虛擬醫療咧係冇咁好嘅。咁樣我同大家分析呢樣嘢。嗱，虛擬醫療嘅例子啦，譬如有啲比較急性嘅病診斷。我哋需要知道的，咁我而家咧係幫緊我哋衞生廳係嗰個811個服務啦。大家都可能知道呢個811服務啦。如果你有咩健康嘅問題咧，你可以打去811，佢哋有中文人服中文嘅翻譯服務嘅喎。咁你打去你話 Cantonese 或者 you know Mandarin 或者普通話，咁佢咧就會揾人同你傳譯啦。咁你打入去咧，首先見護士先。但如果護士認為你嗰個病徵咧係需要一個醫生咧，咁我哋咧有一群醫生咧係會用視頻嚟幫助你嘅。咁喺嗰啲情形咧，即係譬如你話嚇無端端三點鐘朝頭早起身，覺得嚇心口唔舒服喎，又唔舒服咗廿分鐘喎，咁但係之後咧覺得哦冇事啦，散咗啦。但係你又諗下，哇，喺呢個年歲嘅時候咧，我父母啱啱佢又係第一次有心臟病喎。咁個問題就出啦，就係話，哇！呢個係咪心臟病嘅問題咧？咁喺嗰秒鐘嘅時候咧，你可能你有你嘅家庭醫生，但係你亦都未必可能同你家庭醫生接觸到。如果你冇家庭醫生咧，就更加比較有少少即係戰戰兢兢啦，唔知道喂點做法咧？需唔需要而家去見急救咧？雖然我都冇痛啦，或者我可唔可以等到下個禮拜次見嘅醫生咧？咁喺嗰啲嘅情形咧，其實呢個我哋811可以幫助到你。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虛擬醫療嘅好處啦，就係咧，如果有個醫生可以接見你嘅時候咧，我哋可以用嗰個嘅方法同你去接見。咁你喺你自己屋企咧可以同你傾偈。喺 BC 省咧，嗰811咧已經有咗呢個服務噶啦。咁第二咧，有好多人亦都係話：哦，我需要處方喎。咁我又想見家庭醫生，但我家庭醫生咧可以用呢個虛擬醫療幫助我喎。咁好多時候咧，醫生咧亦都會用呢個方法係幫助我哋病人俾佢嘅處方噶。診斷治個程序啦，譬如如果有啲咩事係想睇睇你嘅，譬如你嘅皮膚要睇睇你，或者咧你唔小心整親個面割親個面。咁但你唔知道嚇呢、這個需唔需要去聯針咧？咁喺視頻嘅時候咧，我亦都可以大概到睇到你呢個情形係咪需要聯針嘅情形噶。如果要轉介俾專家啊，或者管理慢性病啊嘅健康，尤其是如果你醫生咧已經見過你幾次噶啦，咁如果繼續去管理呢個慢性病咧，唔使話次次都要面對面嘅，有好多時咧虛擬醫療咧都可以幫助到嘅。咁呢就係其中啲例子。可以用虛擬醫療啦。咁當然，點解咁多人中意虛擬醫療咧？第一，節省時候啦，唔使話揸車15分鐘、20分鐘、1個鐘去到家庭醫生嗰度。有啲人如果喺農村嘅時候咧，仲要喺搭飛機嚟到温哥華租個酒店住一晚，
第二日入去嗰、那個醫生個診所睇十五分鐘，咁之後咧又飛翻，又要飛翻翻去佢個農村嗰度啦。咁節省時候係一個。第二咧，如果可以避免去急症室嘅時候咧，即係有啲人話需唔需要去急症室？咁我哋知道咧，而家急症室當然好緊張啦，好多人喺度等啊，時都聽到哇，要等六個鐘、八鐘，喺安大略省咧，有地方要等成23个钟，最長就有23个钟先見到醫生。咁嗰啲人就話：啊，係咪要需要去醫生咧？去急症咧、急症咧？咁喺唔太急嘅情形咧，呢個係好嘅。咁依家咧，我要重視翻。點有啲咩事情唔好等啦，一定要去急症室啦。我有傾翻呢樣嘢。咁第三咧就係、是、可以減低嗰個患者，唔淨止俾啲資料俾佢哋可以幫助佢哋，而且可以減低佢哋自己嘅緊張程度啦。即係唔係話佢哋個病人緊張，但係當然，如果我哋自己身體唔好嘅時候，會令到我哋有唔舒服啊，或者覺得好似比較憂慮啊咁嘅情形。咁我如果我哋可以用呢個情形咧，幫助到解到呢個病人嘅唔淨止生理上嘅問題，而且喺心理上去幫助到佢咧，可以係一個好嘅情形噶。咁呢當然就係虛擬醫療嘅好處。講翻一樣嘢啦，我舊時好細個嘅時候咧，好多時話啊，我要去買嘢，咁我就住喺一個shopping mall 購物商場嗰附近，咁我梗啊，如果買嘢，我要行去個購物商場啦，或者我要坐車落去 downtown 啦。啊，嗰陣時冇車嘅，想要搭巴士落去 downtown 啦，咁樣樣。但係而家咧，同啲仔女傾咧，就話如果第一樣嘢買嘢咧，第一樣嘢佢做咧就係上網先睇咗有冇嗰樣嘢，然後可唔可以買到嗰樣嘢。咁咧，如果喺健康型嘅時候，適當嘅時候用呢個虛擬醫療咧。是同一樣幫助你咁樣去方便去選擇需要嘅醫療服務噶。嗱，但係咧，我想再做呢樣嘢啦，唔係話咧虛擬醫療係白搭噶，乜都得噶，唔係喎。有幾樣嘢咧，我想提示大家嘅，就係話第一，雖然你係話方便喺網上見到醫生，但係咧，如果你每次見嘅醫生都唔同咧，今日見呢、這個，聽日見嗰、那個，第三日見第二個咧。咁反而咧影響到你自己健康嘅喎，我哋必須想一個好處，就係我哋有好多十分十分好嘅家庭醫生。有咗家庭醫生，如果你有家庭醫生嘅時候咧，佢一路跟住你，今日一個禮拜後、一年後、十年後，佢都有曬你嘅資料。對唔淨止慢性病嘅朋友有十分十分大嘅幫助。就算你係有啲病係比較短期性嘅。佢亦都家庭醫生咧，亦都好悉心幫你去跟進佢嘅。所以如果有一個醫生係同你有一個關係，一個好嘅關係嘅時候咧，呢個係十分重要嘅。咁就唔好話虛擬醫療，哇！我有家庭醫生，但係咧，哇！嗰、那個幾方便喎，我就去睇個醫生。咁分裂咗你嘅病歷㗎啦。咁咧，使到冇咁有效。所以咧，呢個第一個要考慮嘅情形。咁我哋喺811咧，通常见完你嘅时候咧，我哋都将我哋嘅电子病历咧俾翻你嘅间医生嘅，咁佢又继续跟进你嘅。咁所以选择呢个虚拟医疗咧，就系佢同你间医生有冇翻嘅联络先，佢知唔知道你见过呢、這个见过呢个医生先，有冇翻嗰个病历喺度先？咁呢啲系好重要噶啊。第二咧就系、是、如果系十分紧急嘅情况。即係譬如頭先我例子啦，3点钟你起身，心口唔舒服。但係咧，如果十五分鐘之後仲緊要啲喎。如果30分鐘之後仲未退喎，而且覺得好似頭暈喎，唔好想虛擬病醫療啦，即刻打911入急救啦，唔好等啦喺嗰啲情形。譬如呼吸問題啦，好似想暈咁啦。或者突然中風啊，喐唔到隻手啊，講唔到嘢啊，咁嗰啲情形咧，千祈唔好用虛擬醫療啦，因為嗰啲醫唔到你噶啦。喺嗰啲好緊急嘅情形咧，打911即刻入醫院噶啦，嗰啲咁嘅情形。OK， 第三咧就係、是、有啲咩嘢情形係唔適用嘅。咁我虛擬醫療頭先有個第一個幻燈片咧，就係話
这个不是我伸只手出来听你的心口，那这个就是直接影响到我们可以做的虚拟医疗的病疗了。我们虽然可以跟你聊天，但是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没有一个结构可以看到你的心跳，听到你的心，或者知道你的血压。那将来会有，但是呢现在还没有字。而且呢，譬如你说，哦，我觉得好像呼吸不舒服，我在虚拟医疗呢听不到你的肺。如果你说我肚痛，我痛在肚脐那附近，我又按不到你的肚。所以呢，在某种的情况之下呢，我不可以全面的帮助到你。那亦都希望呢，如果你用虚拟医疗的时候呢，那个医生那个护士呢亦都会告诉你，我们有在虚拟医疗有什么的限度是帮助不到你的。那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亦都要考虑到在虚拟医疗有什么的限度呢，是阻止到我们不可以尽量用这个虚拟医疗，是需要回面对面的医疗的。咁講返頭先買嘢嘅例子啦，咁對我嚟講呢，我而家都上網睇好多嘢㗎啦，跟住我哋細路學嘢，但係呢講到試衫啦，好難喺網上睇到件衫㗎，我點你去入去嗰個鋪頭要著下件衫睇下襯唔襯㗎嘛，係咪？咁所以虛擬醫療一樣，有啲地方呢可以幫助到我，但係呢有好多地方呢係要去返睇個醫生，咁就可以幫助到我哋㗎。嗱，呢啲咁嘅情形呢，千祈唔好考慮虛擬醫療啦，直入去急救的啦，譬如你胸口痛啦，头先经过啦，呼吸急促啦，越嚟越紧要啦，唞唔到气啦，或者好痛得十分十分紧要啦，头痛啊，背脊痛啊，嘅情形啦，或者觉得突然好似中风咁弱啊，或者严重嘅出血啊，喺嗰啲咁嘅情形咧，千祈唔好等啦，打911。如果有问题，如果你话我而家几痛下，但系好似越嚟越痛，又隐隐痛，嗰啲嘅情形咧，同你家人医生，如果有个你家人医生有得喺即系打电话去同佢询问嘅，最好啦。811全省都可以应用嘅，你可以打811 Cantonese， 咁会有人同你倾偈啦。好，咁讲到有啲咩准备，即系譬如你想睇虚拟医疗。有什麼準備呢？怎樣可以去使到這個虛擬醫療是對你最有幫助的呢？第一呢，就是在你見那個虛擬醫療之前，就是怎樣去約時購約期去做這件事。第一呢，就是如果你有家人醫生的時候呢，最好跟你家人醫生的那個診所談談，喂，有沒有可以做電話相約的？咁有87%嘅朋友咧，要用過呢個虛擬醫療，我諗有好多朋友咧，嗰間醫生咧都會咁做法噶啦。咁就要詢問嗰個診所啦，就係話：喂，如果用電話約嘅時候係點樣約法啊？你有冇個網站我可以幫你約啊？如果係第一次去嗰個診所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同個診所詢問啦，或者個診所會俾一個網站俾你去觀察啦。如果不確定呢，最好就跟你那個醫生跟你那個診所談的了。第二呢，就是預約的時候呢，就要問明你需要什麼啊，尤其是如果想去虛擬醫療的時候呢，我需要什麼的檔案啊，在我手那裡 有什麼我要需要準備啊，這個是很重要的。咁一咧，我會同你傾傾咧，就係尤其是虛擬醫療嘅時候咧，有唔同嘅手段去做噶。咁咧就係話，需唔需要有個軟件啊？咁如果係有軟件嘅時候，我需唔需要喺嗰個預約之前、嗰個約會之前下載咗個軟件去我電腦啊，或者應用程式下載我手機先啊？咁嘅情形啦。咁當然你自己可以咁做法，或者你一個朋友、有家人可以幫助你咁做法咧，亦都令你容易好多噶。咁呢个你自己又要去选择噶喎，就系话佢话 OK， 我可以同你虚拟医疗系用电话嘅，咁当然你系需要个电话啦。咁如果佢话诶，我可以网上同你倾嘅，咁你就要自己作决定咯。我要用个手机啊，定我要用个平板啊，定要用个我自己嘅电脑去做噶啦。咁呢个咧睇你个人自己嘅边样样
是最最運用得最好，認為最容易俾你自己用嘅。尤其是咧，有時咧嗰啲電板就比較手機好，因為電板咧比較大啲，但係手機咧多啲你嘅資料喺度喎，又可以喐來喐去喎。咁電腦咧嗰、那個熒光幕咧就係最大，但係咧喐來喐去咧就比較難啲，咁就要自己去決定噶啦。咁然後第二咧就係你去見嗰個醫生嘅時候咧，你要選擇嘅地方咧係比較光啲嘅，唔好去啲太暗嘅地方，我哋都睇唔到你咧，咁冇乜作用嘅，係咪？咁光啲嘅地方，咁而且咧，記住喎，有啲人有時咧，我幾得意下噶，有啲人打電話去811，咁我同佢傾啦，我同佢傾嘅時候咧，哦，佢原來喺個咖啡室中間想同我傾偈，咁我咧通常問佢，喂，你方唔方便噶咖啡室？你係咪想所有人都要聽到你嘅嘢噶？所以咧，你自己選擇嘅地方咧，亦都好重要喎。要俾啲私隱啲嘅地方、光嘅地方，而且咧講嘢嘅時候咧，你會唔會俾人聽到？你最好唔俾人聽到嘢啦。第三咧就係你可能想你嘅家人同你一齊喎。如果你想嘅時候咧，首先問咗嗰個醫生話 O 唔 OK 噶？通常咧我都冇問題啊。第二咧就係到時到後咧就介紹嘅時候咧就話啊。醫生，我家人喺度啊！呢個係我女，呢個係我仔，呢個係我嘅夫人，呢個係我丈夫。介紹咗佢先。咁你又要考慮翻你用嗰、那個用嗰、那個科技咯喎。如果你手機有四五個人一路喺手機嗰度睇住咧，咁好逼窄啦。如果有個電腦或者平板，嗰、那個聲線又聽唔聽到咧？如果每人講嘢嘅時候，有冇人坐得遠啲聽唔到咧？咁咧呢個亦都要再個考慮嘅。咁呢啲咧就係你自己去需要揣摩下。咁最後呢個就係嗰個軟件啦。而家喺 BC 省咧，好多人係用 Zoom 嘅呢只我哋 BC811咧，應該用呢只叫做 Zoom。咁咧你可以免費可以嘗試嘅呢只。咁亦都唔同嘅診所咧，亦有唔同嘅系統去做呢個嘅。咁最好你打電話預約嘅時候咧，就問佢哋你係用邊個系統，用邊個軟件嚟做。好啦，到嗰日你去睇病啦。如果你係第一次見嗰個醫生咧，最好帶埋你嘅健康卡啦，有埋啲 number 喺度啦。如果係你家人醫生，當然佢已經有曬你嘅資料噶啦。如果你有啲咩嘅記錄，尤其是嗰日嘅記錄，係幾重要嘅。譬如你喺屋企探過熱啦，咁記住寫低咗個探熱嗰個針嗰、那個量度，咁你講翻你醫生聽。如果你有血壓計，如果你有心跳嘅測試，寫低曬嗰啲。咁有啲人咧買埋一個氧氣飽和器喎，因為而家新冠病毒嘛，所以有好多人咧買埋嗰個飽和器。如果你有個資料咧，話俾我哋聽最好。我就知喺811咧，通常我同病人傾偈嘅時候咧，十個大概一個人咧有曬所有咁嘅資料嘅，但有九個都未有。但我希望咧，經過呢啲講座咧，越嚟越多人咧有呢咁資料，因為嗰啲資料咧係對我哋係十分十分大嘅幫助噶。第三咧就係、是、如果你想話寫低，哇，那個醫生講緊咩？咁記住咧要喺你嘅電腦或者可以打手機入去啦。或者你有曬紙筆咧，可以寫低曬嗰啲嘅資料噶。咁到最後咧，如果你有咩健康嘅歷史，即係譬如你話哦，我對呢只藥有敏感嘅、哦，我而家食緊呢十隻藥嘅、哦，我以前有啲咩健康嘅問題、哦？如果尤其是你第一次見呢個醫生咧，最好有曬嗰啲資料喺你面前。咁咧，個醫生問嘅時候咧，你有咁嘅資料去作準備同埋回答噶。嗱，如果你話哇！我都未必有咁多資料喺我手上喎、哦，我家人醫生好多咁嘅資料喎、哦，唔使驚。而家咧，我哋 BC 省有呢個叫做 Health 機會啦。咁呢個 Health 機會咧，係我哋每個人 BC 省咧，每個市民咧都可以去簽上嘅。咁其實你對呢個已經好大認識啦。點解我咁講咧？就係、是、因為你做嗰個 COVID。嗰、那個新冠病毒嘅疫苗接受嘅時候咧，就話要你證實你打過兩支疫苗，就有嗰個QR code 噶啦。嗰、那個咧就係、是、由呢度 Health 機會嗰度入嚟噶啦。所以其實你已經上過，好多人已經上過去呢個網啦。但係你知唔知道而家咧嗰個網上咧、那個 Health 機會咧有好多你嘅資料噶喎、哦？咁當然係保密啦。
但是如果你以前做过血报告，你的资料已经在个 Health Gateway 到了，就算你是一日两日前做血报告呢，你那个信息呢已经在个 Gateway 里面了。如果你以前在入过医院的时候呢，亦都有医院的病历，在最近几年内的病历呢亦都会有上咗个网。如果你做过有药物食緊药的时候呢，你的药的资料呢亦都已经在你的 Health Gateway 到了。咁所以咧，大家咧，如果對呢個有興趣咧，我好推薦大家去呢個 Health Gateway。呢個係公家做嘅，政府做嘅，呢個唔係私營嘅。而呢個政府咧，已經擺曬所有需要私隱啊，點樣去保護你嘅資料咧，已經喺嗰度噶啦。所以咧，如果大家可以上網去嗰度睇咧，睇到你自己資料，咁你可以知道多啲自己嘅事情啦。好啦。講翻你繼續去見嗰、那個醫生啦。有時上網你要你好好對唔住，你可能要等啊。咁你上到去時咧，通常咧就要等一等，未必係話兩點鐘約會，兩點鐘就可以見到個醫生嘅，未必。但係咧，亦都有好多醫生咧嘗試係咁幫你做法噶。咁咧，如果有人同一齊嘅時候咧，介紹俾個醫生聽啦。在鏡頭面前咧講嘢咧講得比較清啲就好啲啦，咁可以聽到睇到。如果唔清楚嘅地方咧，可以用筆記寫出嚟問呢個問題噶。咁如果你喺屋企有一個方法做你嘅體温咧，係對我哋十分十分有效嘅，所以呢個係第一啦。如果你屋企有血壓計咧，亦都係對我哋好大嘅幫助。尤其是你上網見我哋嘅時候，你做一做自己嘅血壓咧。咁到時我哋問你啊，你血壓係幾多啊？你即刻答到出嚟咧，對我哋亦都係十分大嘅幫助噶。如果你想話選擇血壓計，咁我亦都好提供你咁做法。其實我哋喺網上有個叫做 Hypertension Canada 高血壓網站，喺嗰度咧，佢有啲提供點樣去選擇啲血壓計嘅喎。咁咧佢咧分開兩類，一類咧就係金類，即係話哇好嘢啊！呢、這個 recommended 金嘅 recommendation。咁第二類咧就銀嘅 recommendation。咁你可以上網咧就睇到佢嘅 recommendation 啦。第三，如果你喺屋企可以知道你嘅心率咧，你的 heart rate 咧，咁係其實係好事嚟喎。咁頭先講過咧，如果你手錶咁做法啦，但係咧其實有啲喺網上嘅。應用程式咧，你可以免費下載去你嘅手機嗰度咧，去測試你嘅心跳喎。咁今日我哋講唔到呢樣嘢，唔可以太詳細講呢樣嘢啦。但係將來我哋安康網咧會有已經有，亦都會繼續有啲工作室咧係幫助大家去點樣去下載呢啲啊，點樣去應用噶啦。有好多人買咗呢個飽和。氧氣飽和度啦，咁咧一夾喺嘅手指咧就睇到，譬如喺呢個例子咧就係97%血氧，心跳咧係64，咁你可以一睇咧就可以一目了然啦。咁手錶咧，佢哋亦都有啲手錶咧就話，我可以話俾你聽你個飽和程度喎，但係到現在為止最準確去測試個氧氣飽和咧係手指尖。或者耳仔嗰度，但喺手腕嗰度咧就唔係太準啦，所以你要睇睇你個手錶啊，或者你其他嘢咧，佢話俾你聽係準唔準先。如果唔準咧，就唔好信啦。頭先我哋講過個811啦，就係 BC 省嘅健康連結啦，就係幫助大家，希望你有好嘅資料。其實你喺網上咧上嗰個網站咧已經好多資料噶，但係如果你需要打811嘅時候咧。可以上去打電話同佢傾偈，咁亦都係温馨提示，就係話佢有中文幫你幫你去翻譯嘅。咁去翻第二條民意測驗啦。阿 Connie 可唔可以幫我打第二條嘅民意測驗？唔該。好，請等等啦。好，大家而家应该睇到一条问题咧，就系、是想睇下大家嘅意见嘅，咁就好简单去选择翻你觉得适合嗰个选项就得噶啦。我想知道大家嘅兴趣，将来你想点样去见你嘅医生？系时时都系面对面啦，定系时时咧网上啊，或者一半一半啦，或者好多数都系面对面，但系好少时间想用呢、這个。
電子醫學去見佢。好，請大家對答。係，我哋而家都有好多朋友咁樣踴躍參與緊，咁我哋俾多少少時間佢哋啊。多謝曬，多謝曬。咁如果大家已經做咗呢條題目而有問題咧，就唔該去 Q&A， 咁我咧就一陣會同大家解答噶啦。我都睇到咧，原來我十分長氣，所以對唔住已經講長嘅時候，我最後嗰幾個幻燈片咧，盡快收完佢，咁大家咧可以去對答。咁多多，我哋而家都有差唔多139位嘅朋友回答咗啦。咁我哋俾多五秒時間，咁我哋就可以睇個結果啦，好冇？好啊，好啊，好啊！好，五、四、三、二、一，好，唔该晒各位。先，哦 ，OK， 好，大概三分一人话，我都系想面对面，亦都有36%咧，就系话主要面对面，但系咧时不时用下电子媒体几好嘅。三分一嘅人就话。兩樣一個 hybrid care 幾好喎，有面對面，亦都有網上，但係好少嘅人係時時都用網上去會診。咁我十分同意，最係呢、這個其實唔係話時時都需要咁做法嘅。好多謝你哋。好，我快啲講埋嗰最後嗰幾個揾一片咁就完啦。咁呢最後嗰幾個咧就係講關於如果你喺屋企點樣去自己調理、自我管理。這個問題，咁咧網上咧有好多嘅應用程式啦，就譬如呢個情形咧，係可以睇你嘅健康嘅程度啊，行咗幾多步啊，你血壓啊、心跳啊，咁有好多呢啲咁嘅嘢玩啦。咁呢個咧就係其實講關於你嘅血壓啦。譬如你話哦，我時想 check 下你嘅血壓喎，咁咧佢會幫你將你嘅血壓咧就收集嘅。咁可能你係要自己輸入，但係咧亦都有好多血壓計咧。可以用藍牙將佢哋嘅數碼咧、數據咧傳入你嗰、那個你個手機啊或者電板嗰度啦。所以你選擇嘅時候咧，如果你想選擇呢樣嘢，然後咧去買嘅時候咧，嗰人幫你咁做法咧，咁你可以去測試嘅你嗰啲咁嘅情形噶啦。嗱，最後咧有幾個 tips 啦，提示大家點樣去選擇合適嘅應用程式咧。選擇合適你的應用程式啦。當然第一就是你點解要自己想選擇嗰樣嘢先？你想嗰樣嘢點樣做法？啊，呢個就是出發點啦。第二咧就係唔好話因為覺得好似嗰個應用程式，哇係咪真係咁好嘢㗎？咁就完全避免曬。但係亦都唔好話哇嗰個應用程式。是承諾是做曬所有嘢嘅，我信曬佢啦。咁呢樣嘢要自己嘗試下啦。咁亦都要睇下嗰個應用程式嘅創辦人，佢嘅出發點，佢係一個公家醫院做啊，定係私人做啊，定係牟利啊？咁呢啲咧要考慮噶啦。如果去查個評，亦都有好多人咧應用過嗰個應用程式咧，俾翻一個意見出嚟噶。咁你都可能要睇睇佢意見啦。哇，呢、這個係五星級嘅喎，哇正喎、啊，哇呢一、這個應用程式得一星兩星，咁你要跟住啦。咁然後咧，熟悉私隱嘅聲明，即係佢哋話應用程式嘅時候，佢哋話我哋點樣去保護你嘅私隱，咁你好重要。但係最後一樣咧，我亦都係十分重視，想提大家嘅就係、是、如果你選擇一個應用程式，最好同你醫生。同你護士傾傾，就話呢個啱唔啱我用㗎？我想咁做法，呢、這個對我有幫助。咁希望我哋啲醫療人員可以幫助到你呢樣嘢。有更多嘅資料啦，譬如 HealthLink BC 啦，我哋亦都有 Family Caregiver BC 啦，你可以致電嗰個電話咧，我哋可以幫助到你嘅。好，咁到呢度為止，我哋就結束啦。咁我希望咧可以俾到啲資料係俾大家。希望你對呢個係比較多啲嘅興趣，咁而家我去問與答啦。我將嘅時候俾翻你，阿 Connie， 我定係 Vincent 啊，係去 moderator。冇問題。係你哋話事。Barbara 係。係。Barbara，hello。Thank you。唔緊要。咁咧就我只可以睇到Zoom 嘅問題嘅啫。如果還有其他渠道入來的問題，就麻煩Vincent幫我留心一下。
冇问题。我Barbara，我都知道咧，你哋都准备咗第三、第四题嘅 polling， 你系咪想？系啊，我哋系先做咗嗰个 polling 先。OK， 好，咁我而家 launch 咗第三条先，好冇？嗯 ，OK， 好。OK， 咁而家咧，大家应该见到一条好简单嘅问题，就想睇下咧，今次讲座有冇增加你对呢个科技睇医生嘅意欲嘅？咁就好快，大家拣拣下你适合嘅选项啦。咁跟住咧，我哋就可以呢个 Q&A 嘅问答环节啦。好，好多大家听完啦，何医生介绍咁多方面嘅技能可以睇医生咧，睇下你有冇？改变你自己的主意。好，那我们或者等多五秒。好啊。五、四、三、二、一。好，唔该晒各位啊。好哦，系、哎，好多谢大家，好多谢你。呢、这个听我可以交到功课俾阿 Barbara， 唔系亦都即系证明咗多啲认识嘅时候咧，有阵时就系知道可以点样样运用呢一方面嘅技术，同埋点样样可以帮到自己啦。唔该晒大家嘅，咁我哋仲有最后一条问题，好。咁第四條問題咧就係、是，係啦，就想睇下而家大家係幾多人一齊睇緊呢個講座嘅？係啦，主要睇下你開咗機，咁你身邊有冇其他人同你一齊睇咧？啊，你屋企有冇人啊？或者你有冇約埋幾個朋友一齊嚟睇啊？咁樣樣，我哋大約想知下每一架機嘅背後有幾多人？嗯。我知道我哋其实都有三个嘅 watch party 啦，咁都有好多人喺一齐喺度观赏紧个 watch party 嘅。咁今次呢个 polling 咧就会系用 Zoom 嘅朋友咧就可以 join 到啦。咁大概我哋都会知道大概嘅人数啦。好，咁我哋俾多五秒啊，五、四、三、二、一。好，唔该晒各位。好，唔该晒。好，唔该晒你 ，Connie。Thank you。好，咁我哋而家去问答嗰个环节啦。第一位朋友咧就话佢话佢试过打白一日啦，不过好多时咧都冇人听电话喎，咁点办啊？医生系对唔住，好多谢你嘅意见，我会将呢个意见俾翻白一日。我知道咧有好多时，尤其是嗰个唔同嘅时候咧，有时会比较忙啲咁样嘅情形，但系咧我将你嘅意见咧拨翻去白一日，话俾佢哋听。对不住，你打电话一次没人接，我希望将来的服务会更好。嗯，唔该。第二位朋友呢就想问一下，他说你刚才介绍的 Health Gateway， 其实是怎样用法的呢？还有他有什么资料在里面呢？是啊，好，多谢你的问题。那个 Health Gateway 呢，其实是政府那里去签去上网去找到的。咁舊時好多人咧，譬如話我要做個 QR code 就證實我打過兩支嘅 COVID 針咧，就其實係同一個方法去嗰個 Health Gateway 噶啦。咁詳細咧就我今日講唔到噶啦，但我將來咧我哋有嗰啲工作室咧可以幫助大家咁做法。咁到現在咧，你如果你上網去查嘅時候咧，就打去 Health Gateway BC， 你咁打落去嘅時候咧就會有個例子俾你。咁我亦都可以將嗰個網站咧，放俾大家。咁我或者放個網站喺個 chat 嗰度。咁如果或者 Connie， 如果大家有人有興趣嘅時候咧，亦都喺嗰個地方咧可以揾到呢個網站。咁佢哋可以睇翻㗎。
睇先，我可以何醫生或者我之後都可以在我哋嘅 Facebook 啦，或者WhatsApp WeChat 嗰度分享翻嗰個網站出嚟。好啊，好啊，好啊，嚇！咁我俾呢個網站俾 Connie 噶啦，咁 Connie 會同大家分享呢個網站。OK， 唔該。下一位咧就想問一下佢打911嘅情況。如果佢發現覺得有中風嘅症狀嘅時候打911，應該講啲乜嘢咧？係唔係需要收費嘅咧？又或者如果屋企冇人，自己一個人，但係又講唔出嘅時候，咁應該點做咧？有啲咩嘢可以幫助到佢咧？好，係多謝你嘅問題。911完全免費，唔會有費用嘅，呢個係政府立嘅。你打咗911之後咧？他第一條問題呢就是說要你去警察啊還是健康啊還是有要救火，那你就說健康 medical， 那他就會去那個911的醫療部。我不是十分清楚，但我認為呢他是會有傳譯的那這件事呢，你應該說如果你說 Cantonese 中文，那呢我想呢會有一個人這樣做法，但我要找回這件事先。如果大家有個經驗的時候是可以用中文呢，我亦想知道你放在 chat 那裡呢跟大家分享。我就好彩到現在呢未需要打過911，亦都未用過中文，所以我不太清楚這件事，但我會搜查這個資料。謝謝。這位朋友問Health Gateway is it secure， 是不是安全的呢？Life Lab 好像被人哋唔好彩俾人 hack 咗入去，因為佢哋大家都即係正如你頭先講啦，我哋用上網嘅應用程式啊，或者搜集資料啊各樣嘢咧，都要有呢個安全嘅意識啦。咁呢一方面嘅保安又係點嘅咧？係啊，好多謝你嘅問題。那個 Health Gateway。是將你有過的電子病歷搜羅於一個地方。譬如你做過血報告的時候呢，你在譬如是Life Lab 或者其他的部門做的血報告呢，它會有一個電子的報告的了。在個 Health Gateway 呢，你可以從它找到你因為你的個人健康號碼呢找回所有的資料呢，你可以在那個 Health Gateway 裡面拿回你的資料，這個就是這樣做法。所以其實那個保安呢，就是第一有一個完全的保安先，就是說你入的時候呢政府是幫你保安的。第二呢入了裡面的時候呢，他收到的資料不同的機構，他也都有他機構裡面的保密和私隱的情形的，就是譬如 Life Labs 他那個報告呢也有他自己的私隱，但是呢你可以從 Health Gateway 拿到那個 Life Lab 的報告，落回你自己那裡。所以呢這個是公立的一個設施，是大家可以放心用的。當然是不是真的是 100% 私隱呢，我們要繼續看下去啦。當然希望是會這樣做法啦，亦都知道呢政府是用他的名譽是保護這個，是保存這個公家的 Health Gateway 的。嗯哼，謝謝。很多人都問關於 Health Gateway 這件事，因為很新，是啊。那這一條問題， Barbara， 我都有上過去看過自己的資料。我們可能要做一個工作室，就是專門教，是啊，是啊， That's right。 因為真的是很多自己，即是譬如我看過哪個醫生幾時幾月幾日入去見過專科，有做過啲咩嘅驗血，我需要食啲咩藥嘅，即係醫生處方開嘅藥嘅，嗰啲資料喺曬，即係佢列曬出嚟嘅。但係就so far我未有時間再入去睇一睇，譬如話驗血嘅報告嘅報 actual 嘅報告係咪會彈出嚟咧？咁呢樣嘢我就未清楚事，或者可以會彈出嚟，我可以確定。因為我今日上網做呢個之前自己試過，可以睇到。可以睇到。Yeah. OK， good。咁 OK， 下一條呢條問題咧就係如果我想用電腦
上呢個 Health Gateway， 唔用電話可唔可以？同埋我個電腦係冇 video 冇聲嘅，咁做唔做得到嘅咧？嗯，好多謝呢個問題。啊，電話上唔到 Health Gateway， 你係需要用電腦或者平板電腦或者你個手機去上嘅，係喺網上去上嘅。咁喺嗰個情況之下咧，你只係 Health Gateway 係做一個觀察性嘅資料，喺 Health Gateway 裏邊咧，你見唔到醫生嘅，所以唔係話用 Health Gateway 嚟到睇醫生，但係用 Health Gateway 可以睇到你自己個人嘅檔案。希望解答到呢個問題。嗯，唔該曬。呢位朋友咧就想問幾時可以恢復家庭醫生實體？我諗係即係面對面咁去睇啦，睇醫生。係啦，啊，呢個咧應該所有家庭醫生都已經恢復翻面對面嘅睇病噶啦。咁每個醫生最好就你同翻你嘅醫生聯絡啊。咁而且喺嗰個聯絡情形咧，你可以知道嗰個醫生佢嘅措施。是在什麼情形會面對面，什麼情形可能要用電話或者虛擬醫學，所以跟回你家人醫生接觸問這個問題呢，是一個好的問題的。是的，我們最多可以答到一條問題，因為時間關係，是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上 Health Gateway 查看自己的資料的呢？沒錯。可不可以譬如說我父母他不懂得上電腦的，我可不可以幫他即係上去睇佢哋嘅咁樣咧，咁嘅情況。明白呢一個情形咧，就係要授權俾第二個人去睇噶啦。咁咧係有咁嘅可能性。如果你睇翻你自己咧，就一定可以。但係如果要授權性咧，就有幾個手續喺度，但係亦都可以嘅。咁我哋Barbara 一定要做翻個工作室啦。我們做一個 Health 機會工作室。是啊是啊，我相信因為大部分人呢都是問有關這個 Health 機會的，因為剛剛才是最近新出來的了，所以稍後呢我們希望可以安排到我們會有一個工作室是專門講關於這件事，還有就是跟大家一起研究一下的這一方面的。我今天很多謝何醫生幫我們講解了這麼多這個電子醫療的方面的資訊給大家。咁安康咧，亦都陸續係會有唔同嘅講座出啦。我哋下一個星期喺健康呢個網上談咧，都有一個環節係講關於糖尿病同埋飲食習慣嘅，希望大家留意。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而家交翻俾阿 Connie 先，唔該曬。好，唔該曬 Barbara， 唔該曬 Doctor Ho。咁我哋咧都喺嗰個 chat box 嗰度咧就 send 咗一條問卷調查嘅。咁我哋安康健康網絡咧都想即係收集一啲意見啦。咁咧就嗰個問卷調查咧就已經喺 chat box 嗰度啦。咁就邀請大家啦去呢個chat box 裏邊睇翻嗰個問卷調查，咁就花少少時間去完成嘅。另外咧，如果你有興趣去參加安康健康網絡嗰個電子郵寄名單嘅話咧，咁你都可以入去我哋嗰個 chat box 嗰度，咁嗰條 link 都已經發送咗喺嗰度噶啦。好，咁我哋多謝再一次多謝 Barbara 同埋 Doctor Ho 今日嘅講解，咁就今場嘅講座咧亦都到此完畢噶啦。咁我哋。